大家好，欢迎到 SyS Mandarin 来。Hello, welcome to SyS Mandarin. 今天我们会讲一个中文故事。Today, we are going to tell a Chinese story.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孔子拜师。孔子拜师。If you find our video helpful, please like it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好，谢谢。好，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吧。Now, let's get started. 孔子拜师。孔子拜师。Confucius taking up apprenticeship. 孔子拜师。好，那这个就是孔子。孔子 Confucius 孔子，他出生于公元前551年，公元前 means BC， 公元前。好，那孔子拜师，师就是老师。好，孔子拜师。孔子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远近闻名的老师了。孔子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远近闻名的老师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孔子年轻的时候。年轻，好，年轻就是 young， 年轻。好，那我可以说他很年轻， He is very young， 他很年轻。好，那孔子年轻的时候的时候就是 when。好，孔子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已经 means already。 好，就已经是远近闻名。远近闻名就是 be known far and wide。 远近闻名，远 literally means far， 近 means close， 闻名 famous。 好，远近闻名。那我可以说For example, I can say, 他是远近闻名的书法家。他是远近闻名的书法家。He's a well-known calligrapher. 他是远近闻名的书法家。好，那孔子呢？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远近闻名的老师了。老师 ,teacher or mentor。那我再来读一遍，孔子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远近闻名的老师了。他总是觉得自己的知识还不够渊博，他总是觉得自己的知识还不够渊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总是，总是，总是就是 always， 总是。那我可以说他总是迟到。He always comes late. 他总是迟到。好，那他总是觉得自己的知识，自己就是 oneself， 自己，自己的知识，知识就是 knowledge。那我们在学校学知识。We are learning knowledge at the school.我们在学校学知识。好，那他总是觉得自己的知识还不够渊博，还不够。还 means still， 够 means enough， 不够 not enough， 还不够渊博。渊博就是 broad and profound， comprehensive。 好，他总是觉得自己的知识还不够渊博。那比如我可以说，他的历史知识很渊博。他的历史知识很渊博。His knowledge on history is extensive. 他的历史知识很渊博。好，那我再来读一遍。他总是觉得自己的知识还不够渊博。三十岁的时候他离开家乡屈服。三十岁的时候他离开家乡屈服。好，我们来看一下三十岁的时候。好，我们说了的时候就是 when，
的时候，三十岁的时候 ,30 years old. 好，那三十岁的时候，孔子离开，他离开。好，离开就是 to leave, 离开。那我可以说去年他离开中国来美国学习。去年他离开中国来美国学习。He left China last year to go to America to study. 去年他离开中国来美国学习。好，他离开家乡趋父。好，家乡就是 hometown, 家乡。好，他离开家乡趋父。趋父是一个地方的名字，趋父。好，这个趋父是孔子的家乡。好，三十岁的时候，他离开家乡趋父，去洛阳拜大思想家老子为师。去洛阳拜大思想家老子为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去洛阳，洛阳也是一个地方的名字，老子住在那里，老子住在洛阳。好，那去洛阳拜谁为师，就是 take someone as one's teacher, 拜大思想家老子为师。大思想家，思想家就是 thinker, great philosopher, 大思想家老子，老子。好，那这个就是老子，老子他是一个大思想家，他出生于公元前571年，老子他出生于公元前571年。好，公元前。那孔子呢，他去拜大思想家老子为师。好，我们说这个故事的名字就叫孔子拜师。趋父离洛阳很远，几个月后孔子走到了洛阳。好，我们来看一下，趋父离洛阳很远。好，那这个是趋父，趋父在这儿，趋父是在山东省。趋父 is located in 山东 province, 山东省。好，那这个趋父是在这里。那么洛阳呢，它是在河南省，河南省。我们看到这个是中国的地图 The map of China, 这里呢是孔子的故乡曲阜，那这儿呢是洛阳，所以非常的远。几个月后 A few months later, 几个月后孔子走到了洛阳。在洛阳城外，孔子看见一辆马车。在洛阳城外，孔子看见一辆马车。好，我们来看一下，在洛阳的城外，外就是 outside, 孔子看见一辆马车。辆是 measure word for cars, 一辆车。好，那我可以说我买了一辆车，我买了一辆车， I bought a car。好，那孔子看见一辆马车，马车。好，那这个就是马车啊，一辆马车。车旁站着一个人，看上去非常有学问。好，我们来看一下，车旁就是马车的旁边，旁边就是 beside。 好，站着就是 standing, 站着。遮is put after a verb to indicate a status. 站 means to stand. 站着 means standing. 好，车旁站着一个人，看上去非常有学问。好，我们来看一下有学问。有学问就是 knowledgeable, 有学问。好，那我可以说老子很有学问。老子很有学问。老子 was very knowledgeable. 老子很有学问。好，那我再来读一遍。车旁站着一个人，
看上去非常有学问。好，那看上去就是 look like。孔子想，这个人大概就是我要拜访的老师吧。孔子想，这个人大概就是我要拜访的老师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孔子想，想在这里就是 to think。孔子想，这个人大概，大概。好，我们来看一下大概，大概就是 perhaps， 大概。好，那我可以说，他大概今天不来了，他大概今天不来了。Perhaps he won't come today， 他大概今天不来了。好，这个人大概就是我要拜访的老师吧。拜访，拜访 means to visit， 拜访。那我可以说，他明天要去拜访一位远近闻名的思想家。他明天要去拜访一位远近闻名的思想家。He's going to visit a well-known philosopher tomorrow. 他明天要去拜访一位远近闻名的思想家。好，那拜访。好，我再来读一遍。孔子想，这个人大概就是我要拜访的老师吧。于是问道，您就是老丹先生吧？于是问道，您就是老丹先生吧？于是 means then， 问道就是 to ask。 好，那您就是老丹先生吧？老丹，老丹也是老子的名字，老丹。好，您就是老丹先生吧？先生就是 sir。 于是问道，您就是老丹先生吧？你是？这个人见这位年轻人一眼就认出了自己，有些纳闷儿。您是？这个人见这位年轻人一眼就认出了自己，有些纳闷儿。这个人见这位年轻人，这位年轻人就是 this young person。一眼就认出了自己，一眼，一眼就是非常的快， in one glance， 就认出了自己，有些纳闷，有些就是 a little bit， 有些就是有一些，有一些就是有点儿，有点儿，有一些纳闷。好，我们来看一下纳闷，纳闷就是 feel puzzled or means to wonder。家里一个人都没有，他感到有点纳闷。家里一个人都没有，他感到有点纳闷。Nobody was at home, he felt a little puzzled. 家里一个人都没有，他感到有点纳闷。好，我们再来读一遍。你是？这个人见这位年轻人一眼就认出了自己，有些纳闷。孔子连忙说，学生孔丘特地来拜见老师，请收下我这个学生。孔子连忙说，学生孔丘特地来拜见老师，请收下我这个学生。好，我们来看一下，孔子连忙说，连忙说，连忙就是 immediately, quickly, 连忙。学生孔丘，好，那孔丘也是孔子的名字。好，学生孔丘特地，特地就是 specially， 特地，特地来拜见老师。拜见，拜见就是 pay a formal visit， 拜见和拜访 mean the same thing。 好，特地来拜见老师，或者特地来拜访老师。好，那拜见我们可以说，明天他要去女朋友家拜见他的父母。明天他要去女朋友家拜见他的父母。He will go to his girlfriend's house to visit her parents. 明天他要去女朋友家拜见他的父母。好，那特地来拜见老师，
请收下我这个学生。收下就是 accept， 收下，收下我这个学生。好，那我可以说，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请收下。This is the birthday gift for you. Please accept it. 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请收下。好，我们再来说一遍。孔子连忙说，学生孔丘特地来拜见老师，请收下我这个学生。老子说，你就是仲尼啊，听说你要来，我就在这儿迎候。老子说，你就是仲尼啊，听说你要来，我就在这儿迎候。好，我们来看一下。老子说，你就是仲尼啊，听说你要来。好，听说就是 heard， 我听说， I heard。 好，那我 can be skipped， 我听说， I can just simply say 听说。好，听说你要来， You will come， 我就在这儿迎候。在这儿 means here， 在这儿迎候，迎候。好，迎候就是 await the arrival of， 迎候。好，那我再说一遍。老子说，你就是仲尼啊，听说你要来，我就在这儿迎候。研究学问你不比我差，为什么还要拜我为师呢？研究学问你不比我差，为什么还要拜我为师呢？好，我们来看一下研究。研究就是 research， 研究学问 knowledge， 研究学问。你不比我差，你不比我差就是 you smarter than me， you're better than me， 你不比我差。好，差 means bad， 差。 For example， I can say 我的字写得很差，需要练习。我的字写得很差，需要练习。 I write characters badly. I need more practice. 我的字写得很差，需要练习。好，那研究学问你不比我差，为什么还要拜我为师呢？为什么还要拜我为师呢？孔子听了，回答说，多谢老师等候，学习是没有止境的。孔子听了，回答说，多谢老师等候，学习是没有止境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孔子听了，回答说，回答就是 answer， 他听了然后回答说，多谢老师等候。多谢，多谢就是 thank you very much， 多谢，多谢老师等候，等候就是 to wait， 多谢老师等候，等候。好，多谢老师等候，学习是没有止境的，学习是没有止境的。好，那学习就是 study， 是没有止境的，止境，止境就是 end， limit， 没有止境， boundless， endless。 好，学习是没有止境的。您的学问渊博，跟您学习一定会大有长进的。您的学问渊博，跟您学习一定会大有长进的。好，那您的学问渊博，渊博。好，我们用渊博可以跟学问，学问渊博，跟您学习 ，study from you。跟您学习一定会，一定就是 should， must， 一定会大有长进的。大有长进，有长进 means to make progress， 有长进，大有长进， make big progress， 大有长进。好，那我可以说他的中文大有长进，他的中文大有长进。His Chinese has improved greatly. 他的中文大有长进。
好，那您的学问渊博，跟您学习一定会大有长进的。那这个就是孔子拜师的故事。好，那现在我们来复习一下生词。孔子，孔子，年轻，年轻，远近闻名，远近闻名。孔子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远近闻名的老师了。总是，总是，知识，知识，渊博，渊博。他总是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够渊博，他总是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够渊博。离开，离开，思想家。拜为师，老子，老子。他离开自己的家乡，曲阜，去洛阳，拜大思想家老子为师。他离开自己的家乡曲阜，去洛阳，拜大思想家老子为师。亮，亮，站着，站着，有学问，有学问。几个月后，孔子到了洛阳，在洛阳城外，他看见一辆马车，在车旁站着一个人，看起来很有学问，看起来很有学问。大概，大概，拜访，拜访，老聃，老聃。好，孔子想，这个人大概就是我要拜访的老师了。孔子问，您就是老聃先生吗？纳闷，纳闷，特地，特地，拜见，拜见，收下，收下。老子一看这位年轻人，一眼就认出自己，他有些纳闷。孔子连忙说，学生孔丘特地来拜见老师，请收下我这个学生吧，请收下我这个学生吧。迎后，迎后，研究，研究。差，差，研究学问你不比我差，为什么还要拜我为师呢？为什么还要拜我为师呢？等候，等候，止境，止境，有长进，有长进。孔子连忙说，多谢老师等候，学习是没有止境的。您学问渊博，跟您学习一定会大有长进的，一定会大有长进的。好，那这个就是生词。好，那现在我们来读一遍这个故事，没有拼音。 Now we are going to read this story without 拼音 provided. 孔子拜师，孔子拜师。孔子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远近闻名的老师了，他总是觉得自己的知识还不够渊博。30岁的时候，他离开家乡曲阜，去洛阳拜大思想家老子为师。曲阜离洛阳很远，几个月后，孔子走到了洛阳。在洛阳城外，孔子看见一辆马车，车旁站着一个人，看上去非常有学问。孔子想，这个人大概就是我要拜访的老师吧。于是问道，
您就是老丹先生吧？您是？这个人见这位年轻人一眼就认出了自己，有些纳闷。孔子连忙说：学生孔丘特地来拜见老师，请收下我这个学生。老子说：你就是仲尼啊，听说你要来，我就在这儿迎候。研究学问你不比我差，为什么还要拜我为师呢？孔子听了回答说：多谢老师等候，学习是没有止境的。您的学问渊博，跟您学习一定会大有长进的。好，那现在我们来回答问题。回答问题 ,answer a few questions. 好，回答问题。第一个问题，孔子和老子是谁？孔子和老子是谁？对了，孔子是远近闻名的老师。那老子呢？老子是一位大思想家。那孔子也是一位大思想家。好，那第二个问题，孔子的家乡在哪儿？孔子的家乡在哪儿？对了，孔子的家乡在曲阜。孔子的家乡在曲阜。好，第三个问题，孔子的家乡离洛阳远不远？孔子的家乡离洛阳远不远？对了，离洛阳很远。孔子的家乡离洛阳很远。好，第四个问题，孔子为什么要去洛阳？孔子为什么要去洛阳？对了，因为孔子去洛阳，他要拜老子为师。因为他去洛阳要拜老子为师。好，最后一个问题 ,the last question, 为什么孔子要拜老子为师？为什么孔子要拜老子为师？对了，因为学习是没有止境的，老子学问渊博，跟老子学习孔子会大有长进，大有长进。好，那这个就是孔子拜师的故事。This is the story, 孔子拜师。希望你喜欢。I hope that you like it. 好，那 if you find this video helpful, please like it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好，谢谢。我们下次再见。See you next time. 谢谢，再见。Thank you.